爆了。现在不是夏天了吗？然后想问一下你有什么那种消暑的秘籍吗？心静自然凉。你的穿衣风格呢？辣妹 ，of course， 辣妹啊，酷辣。甜？没有甜。平时你会在家里看恐怖片吗？恐怖片？不是有很多人会用恐怖片消暑吗？你敢看吗？我其实是……别结巴。其实讲真了。你就算让我看我也敢看，但是以前不看是因为我对于这种东西的记忆力太好了。我现在不看恐怖片是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现在跟你说，今天我们是要做一个消暑的一个小特辑嘛。那我们在那儿聊吧。消暑的小特辑就是想让你做一些你独门配方的一些消暑凉饮哦，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准备的里面吧，有好喝的，有不好喝的，你可以心坏，你也可以心好，因为最终谁来喝不知道。什么东西啊？对身体好，苦瓜的吗？对，对身体好，但是对我的心情不太好。这个也是苦瓜汁吗？对。咦，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初中上化学课，老师说你们闻一下，我闻到就是我鼻子从这儿痛到这儿，老师说这个要闻，哎呀，我痛惨了。这个也是对身体好。什么东西啊？蛇草水。蛇草水，这么考普通话吗？蛇草水。OK。苹果醋。我觉得他们放在瓶子里的水应该还是挺好喝的，可是因为我怕你们整我，我觉得你们要都有点难以下咽。你们没有放什么其他东西吧？没有。这个我们可以摸着良心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不会害你，你可以吃吗？你喝了很大一口吗？是酱油还是醋啊？快！其实我鼻子不是很灵。我真的笑死！你不是说你有鼻子吗？视觉很好，一般的嗅觉就不灵。我刚刚问你们说你们没搞什么那其他的东西吧，然后我才喝的。对，我们都是原汁原味的原料，我们没有添加任何东西。闻不出来，这啥？酱油。但是那我要调好喝还是调难喝呢？都可以，我们已经准备了签，抽到谁是谁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个签有没有 buff 呢？没有 buff。你摸着你的良心讲，公平公正。不是我写的。我没有良心。OK， 那来吧。首先呢，肯定是要加冰的 ，you know。OK， 西瓜多了，放个菠萝。我就说那个暴打，有一个小哥他想下班，然后有个人点了个超级大的水果杯，哇，啪啪啪一顿暴打。芒果，天哪！他看到我们不敢下别的手吗？为什么？这样小萌萌很坏啊！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呢，我相信我。一点点茶，综合一下苦瓜的苦。你选这酸甜的吗？
身体好的。手法快真狠，你加一个这个。这杯名字就叫黑心凉。因为它是有坨黑的，它看起来很清凉，但它的心是黑的。OK， 那我就把这个放在这里，那你来做一杯。我没有那么没良心，你把苦瓜的沫儿都倒进去了。它怎么不分层呢？你还想分层去？因为你是我啊，我是五颜六色的无心良。你放了错颜色，你不喜欢吃酸的是吧？我不会放错。你那个黑是什么吗？我的心。还好，我觉得不会难喝。我觉得我这杯也不会难喝，我这杯对身体好。那我们互换喝吗？我也看不太上你的。我也看不太上你的。我要把铅全部打开的哦。不行。不行。对啊。那我一定要打开。那你不行，你要尊重游戏规则。谁等一下。这个绝对公平的，一人一张。但就是你抽到了自己吗？怎么会呢？就是这么样子的嘛。怎么会呢？就是命降临给你了。真的就是四张呀。来，一杯敬自由，一杯敬我，收起你的幻想，给你的干杯吧。啊，为什么是我呀？就是他吗？对啊。自己抽，我们这杯给谁喝？不要在这里临时改规矩。没。No, 来吧。哎，还不错。真假？你摸良心了吗？果肉堵住了，好喝吗？好喝。真的吗？那喝完吧。真好喝啊。挺好喝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蛮好喝的。你那个败笔在于醋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好哭。不是，他后反劲儿，就像我这个一样。我的前调确实是甜甜的水果味儿，对，一样，特别像外面卖的那种，又有一点点酸，然后主要是甜，很冰。但是过了一秒之后，反上来的那个劲儿，那个酸啊，那个酸从这儿一直到我的食管，一直到我的。扁桃体，我在这儿出来，然后到鼻腔，然后到直冲天灵岗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黑心凉其实还不错，它的前中后调很丰富，很让人心凉。在夏日，如果说你能喝到这样的一杯饮料的话呢，我觉得。
OK， 今天的夏日饮料特辑分享就到这里吧，祝大家都清凉一下，我们下次见。